的看着大太阳，就从这里面那么行，过了一些，对吧？不厉害，对吧？阿爷没了。婆婆的啥？吃婆婆们的案子的。晚上好，现在几点了？哦，快九点了。你们都吃，应该是现在这个点已经都吃完饭，洗漱完，准备要休息了吧？都，是不是？晚上好，晚上好。凡哥呢？对，也睡了几个位。你十几个了嘛？困了嘛？裤子在下不？凡哥今天有说要上山来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来。不知道他到底来没来。晚上好，因为他本身最近就比较忙嘛，然后就是成都乐山，还有咱们这个三咖咖里面，到处都在跑，知道吧？晚上好，晚上好。他现在到处都在跑，他有点忙，我。有些时候呢我也不好打扰他，有些时候可能他本身就是个人的话也会怎么说，就是情绪上有的时候也不太那个，完了以后他压力比较大嘛，可能会比较烦躁一点。有的时候吃晚饭了没有啊？吃了，在外面坐着呢。你们大家都吃了没？啊，吃不起了啦！为什么不理你？你还不知道吗？他也没有说完全不理我的，飞龙。凡哥他没有说就是完全的不理我。其实很多时候，姐姐阿姨们。二这么跟你们说吧，其实我不笨，说实话，真的，我自己个人认为我是不笨的，你们觉得是不是？是的，扣个是。我自己我个人认为我是不笨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也就是也能分得清，谁真谁假，就是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还是能分得清的。我个人认为我自己不笨的，你们说是不是？是的，我们全屏扣一个是，并不是说凡哥他为什么不理我，我还不知道吗？这句话可能你们就是有的哥哥姐姐可能会认为就是凡哥因为就是觉得他父母觉得我们不合适啊，或者说是我妈觉得我们不合适呀，可能是因这些因素，然后凡哥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已经有所打算，已经就是铺好路了，就是已经有所选择了，可能是这个意思，很多姐姐阿姨。可是我真的知道，因为他现在很难，但凡说他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就突然，如果说他突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其实我也会想很多，我也会想很多。但是他现在确实是遇到困难了，我觉得他爸爸出事了，他想把他的公司卖了帮他爸爸。听说你不愿意，这样的话我也会生气。你认为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倒不是说不愿意，我只是因为他先说的时候呢，他先告知我的时候呢，没有说他没有说那个就是叔叔需要就是做手术什么的。一开始他说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就是他爸爸破产了，然后需要就是资金周转，需要他然后他说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因为
他本身他人过来以后，在福建公司本身就在走下坡路嘛。但是他好在的是什么？好在的是他过来在四川做的公司是跟就是好像是好几个人一起就是合伙的嘛，就是那种，就是他只就是股东之一嘛，就是其中一个老板嘛那种，知道吗？脑子有病吧？不是没法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认为，我自己其实个人那个飞龙是姐姐还是哥哥？应该是哥哥吧。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认为是他，应该是他可能是生我的气了，知道吧？但是他没有。谢谢追踪找你啊，谢谢小灰灰，感谢你们的就是点亮的粉丝灯牌。对，家人们，我们没有点亮灯牌的，我们这里把灯牌点亮一下啊。我们这里把灯牌点亮一下，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是哥哥是吧？晚上好，晚上好。他的度量大。没有，因为我是跟他就是说的是很清楚的，知道吧？那个一下，我回个信息，姐姐阿姨们。不要这样，要加油，要勇敢。这是怎么了？没事没事。
没事，姐姐阿姨们，我回了一下信，二咋了？不开心的样子。我回了一下信息，刚刚有个飞龙哥哥，他说，凡哥不理我，应该是就是之前凡哥爸爸，出事了，他要把他自己的公司卖了，帮他的爸爸。然后我说，我当时是跟他说的是，我说你先不要吧，就是你的股份低价转让给其他股东。我说这样子其他股东其实是已经，就是巴不得了都，知道吧？人家肯定都高兴坏了那种。我说我们不能就是拆东墙去补西墙，我们再想一下别的办法。我当时这么回应他的，所以现在飞龙哥哥他认为的是就是凡哥现在不理我呢，是因为就是我当时这么说他生我的气了。其实没有，也倒没有，因为后来我跟就是我跟凡哥怎么说的，我跟凡哥说的是，我说确实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子。而且那个啥的话，因为凡哥先跟我说的时候他没有说叔叔住院，后来他说了叔叔住院，后来他说了叔叔住院了这个事情，知道吧，姐姐阿姨们。然后我就想的是什么，我就想的然后我就问他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没有，没办法了，但他现在手里面也没有就是现金，他说也没钱。然后那我说不，那我说你自己看吧。那要这样子的话，那我说首先第一个，那叔叔的身体是最要紧的。我说那必须先把就是先给叔叔先治疗了再说，再说下一步。然后他才把就是股份低价转让给了其他的股东，在我们就是他在四川的事业。其实我们的话就是从头到尾，从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哪怕就连我们说可能很少，就连在就是粉丝家人的面前，可能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连善意的谎言我们都没有说过的那种，相当于，知道吧。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上，很多人会哎呀假象做制造，做假象，然后把自己搞成是老板，大老板，有什么好大公司，什么什么的。其实很多人他根本就啥也没有，我实话告诉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很多人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说的难听点，那有些人其实可能吃个饭都有点困难，说实话。但是樊十三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多大的老板或者怎么样子。樊十三他是福建人，地地道道的福建人。然后他过来呢，在我们这边的话，他在四川的事业的话，从福建过来以后慢慢的去做的。做了以后呢，因为樊十三的话他是就是。他之前也是做的就是农产品这块生意，他做的最多的就是鱼头生意的。然后他就在这里做的那个啥，在四川的这个事业的话，他是公司不是他自己的，就是他只是老板之一，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老板，就是公司里面的股东。能明白吗，姐姐阿姨们？他只是就是公司里面的一个股东，不是说整个公司就都是他的，不是的啊，姐姐阿姨们。那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有些很多人可能就是就是包装，把自己包装一下，哎呦我是什么大老总了，什么什么什么总了，可能很多姐姐阿姨们都信。有些人还有我是山西的，我是广东的，我是广州的，然后可能在你们面前让他说句什么广州话、广东话，可能都说不出来那种。对，没听凡哥说过是不是？对，欢迎啊，欢迎，晚上好啊，晚上好，风雨过后，晚上好。他没有，他从来没有在我互联网说过，哎呀，我是多大老板，我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确确实实他在福建的时候也是自己做公司的，只是说他来到了四川，然后跟我就是跟我相识，跟我认识了之后呢，他基本就没怎么回去过。他基本上就没有回去过。
欢迎慧姐，晚上好。他基本上就没有回去过，然后福建的公司就慢慢的在走下坡路，然后他是觉得是对于他来讲，他觉得根本就无所谓，因为他在四川公司来做没多久他就有起色，他是真是觉得无所谓，只是没有想到就是叔叔会出现这个事情。其实我从就是叔叔他之前就是在抖音后台就是咨询我，他说什么，他说跟我说他也没有说什么，哎呀什么那个啥啥啥，也没有说什么儿媳妇啊或者说是女儿啊之类的话，他就跟我说你好，那个他说的妹妹，他说你好妹妹，他说就是我是樊十三的爸爸，他说樊三在那边还请你多多的就是照顾一下，他说他连饭都不会做的，他说他在家连饭都没有做过，他就这样私信我一句。然后我去看过就是樊爸爸的那个，就是当天我就直接去点开樊爸爸的抖音看，然后樊爸爸跟樊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们能懂吗？姐姐阿姨们，就是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樊爸爸非常的潮，就戴一个帽子，就是前面是那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哎呀，就是那种叫什么帽，什么帽子我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帽子。然后裤子的话就是穿得很阔气，很那个有些花的裤子也在穿，然后有的多宽的也在穿，然后衣服那些就是非常非常潮的一个，就是一个叔叔鸭舌帽嘛，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他的穿着是非常潮的。然后他开的车子是开的是一个就是红色的，然后上面有一红色的，就跟女孩子开的一样，就是好像是上面可以打开那种，上面可以打开还可以盖住那种，是不是叫跑车？是不是就是可以打开然后可以盖住的？然后他的那个方向盘上面就是有一匹马，好像是黄色的马还是什么，就是一匹马，那个方向盘上面是有一匹马的，他是开一个这样子的车子的。然后他看得出来就是他的性格，还有他的那个抖音发的都是什么，就是大吃大喝的那种，要么就是在 KTV 啊，要么就是在就是哦哟搞得多大的气场气派的那种。就是樊爸爸是这样子的，就是从他的穿着啊，就是衣着这些和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圈子啊这些看得出来，就是他跟樊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敞篷车吗？然后樊哥，我跟樊哥这么说过以后，当天樊哥还生气，后来樊哥跟我聊过，他说他爸爸做爸爸的事业，然后樊哥自己做自己的事业，他说他跟他爸爸可以也不能说是死对头嘛，反正他说根本就格格不入，他说性格也不完全不一样，然后做的事情也是他就只就是樊哥跟他爸爸做的相对于差不多有一点一样的是，樊哥也做过工地，以前樊哥也做过工地，然后他爸爸是做工地然后自己承包的工地，然后还有自己买了好多就是挖掘机装载机在别人的工地，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哎那个的话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太好说，可能就是那个的话就是可能一天晚上还要就是一天可能还需要就是几十个万，几百个万的那种，有可能赚了就赚了很多，有可能就是亏了就亏了很多的那种。就是樊爸爸是这样子，就是做这什么到处什么生意都在做的，然后他的反正就是他的那个圈子的话，反正就是跟他穿着上能够看得出来他跟樊哥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做工程的呗，反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好像是就是搞很多的种东西，樊爸爸是这样子的好像。然后樊十三的话基本上樊十三做过就是他做过就是工程，然后也做过就是农产品，初级农产品的生意。初级农产品的生意他做的最多的时候是做的是，我记得他说的是做的鱼头的生意，然后全国各地都在跑的。然后樊哥经常在我耳边经常说的是什么，因为我说实话啊，姐姐阿姨们，为什么？因为他自从认识我以来哈，可能其实他也没有说多大的示爱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啊，但是
就是他的言行举止啊，他的就是在他的就是言行里面，就是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他对我挺好的这种，知道吧？然后我爸爸妈妈也不例外嘛。然后我妈妈就认为的是什么，认知也比较少嘛。但我爸爸读过书，因为我妈妈没有读过书。然后我妈妈的认知就是什么，咱们少数民族，你就是你二婚三婚，你好多婚都好，你要再嫁还是得嫁少数民族，那种感觉就是我妈妈是那种感觉，知道吧？然后就不是她不是不喜欢就是樊珊这个人，她只是就是说就是就是只是说就是单单的就是不喜欢让我跟樊珊有就是有过于就是超于朋友的来往啊，这种，他生怕那个啥，能姐阿姨们能不能懂？能懂的我们全屏打个懂，能懂的我们全屏打个懂。妈妈是属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啊，我在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本来那个。就是樊妈妈不同意就算了，那樊那个我妈妈还这样子，那我想的她就算是对我有感情也好，就算我对她有感情也好，我生怕的是什么？我生怕的是咱们相处了很久很久以后，确确实实两个人就是都对彼此就是有更加深厚的感情以后，然后因为家庭的因素啊，或者那个导致于又不能在一起啊，各种，我生怕。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樊妈妈不是说她在福建公司都因为她留在四川，然后公司都在走下坡路什么什么的嘛，所以其实我有些时候可能樊哥现在的情况跟我当时可能是一样吧，我就当时我就想的是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就是各种的在劝她，我说你回去，我说你看你自己什么都做得好，我说你一直留在这边对吧，那你在你老家的事业又在走下坡路，而且我好像记得他说樊妈妈是做酒店生意的，好像是开酒店的，然后我说你那个就是我说樊妈妈要是做那个啥，那到时候我说就是会造成那个啥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你不行的话你就回去，我就没有留。